经费这么少，不过也够了。针织、皮、剃须刀都是好牌子，在唯品会300多全买了。上唯品会搜哈哈，品牌特卖就是超值。感谢买啥都超值的唯品会冠名播出。上唯品会搜哈哈，品牌好物都是你的。哈哈，一路困难多 ，VR 看房轻松过。本节目由贝壳找房 APP 特约赞助播出。学思维，学英语，2到8岁上斑马。本节目由斑马 AI 课行业赞助播出。 这个工作太辛苦了，哇，这一块怎么那么重啊？哦，来吧，不服咱就干！哎呀，哇，哦，350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去下一个城市了。快来参加横店影视城戏精大会明星模仿赛。模仿秀，这是干嘛？ 丰厚大奖啊！给我们挣钱的机会，这个必须当仁不让。这看样子是横店论剑的，从昨天上船开始，不为了挣钱。丧心病狂！啊！这是什么游艇？弹幕到一个个假游艇，是这儿吧？ <笑>感谢买啥都超值的唯品会冠名播出，上唯品会搜哈哈，品牌好物都是你的，哈哈，一路困难多 ，VR 看房轻松过。本节目由贝壳找房 APP 特约赞助播出。学思维，学英语，2到8岁上斑马。本节目由斑马 AI 课行业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由一举一动尽显大 V 风范的上汽大众威然（Velorin） 赞助播出。有微云台就稳了。本节目由明星拍照官 vivo X50 系列赞助播出。 平安好车主，定义车险新体验，感谢中国平安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省电跑更远，本节目有跑得更远的台铃电动车赞助播出。每周晚9点，看五哈和他们的朋友笑出腹肌的兄弟团旅途私人 party， 来爱奇艺参与五哈夸夸榜活动，夸夸兄弟旅行团，解锁定制番外视频，赢夸夸专属礼物。上微博参与五哈云导游征集话题讨论，说出你的愿望，有机会在节目中实现哦。这是什么游艇？ 弹幕到一个个假游艇，是这儿吧？旅行社报名处，什么旅行社在停车场里边开呀？嗯。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很高兴你来报名这个美丽中国骑行旅行团，但是上一个团已经发走了，下一个团的话要到明年，要到明年，那我走了。但是呢，现在你有一个机会，什么机会？就在2天后横店广州街举办的模仿秀大赛上，你如果能够获得前三。 你就能获得入团的资格啊！但是我们旅行团有一个规定，不能接受单人报名。明白了。然后，这是你的路费。啊，这里还有一辆车，车停在那个位置。啊。然后这里额外再赠送你一桶泡面。泡面。啊，可以，非常贴心，非常贴心。剩下的泡你自己解决了。 我就下班了啊，下班了，对，拜拜，拜拜。我是不是该叫人来了呀？哇，不接我电话，我真一呀。哎，接了接了，铁子。Hello。 你在哪儿呢？啊。 我遇到了一个大麻烦，在干嘛？
录节目，说去旅行社一起去旅行，然后给了我把车钥匙和100块钱就走了，啥也没告诉我，你知道吗？我都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。然后他还说要参加一个模仿大赛，必须要叫一个小伙伴。铁子，你快拯救我吧！在哪座城市啊？让我们开去广州。嗯，横店广州街。横店广州街。让我们开去广州。真的是录节目啊？啊，对啊，在录，但没有人管我。你能来找我吗？我当然能。你会开车吗？我不会开车呀。啊，我这除了不会开车啥都会。拜拜。好吧，是这样，我先去找你。行，一起想办法吧。好嘞，我先问问有没有会开车的人。喂，铁志，你在上海吗？你能过来帮我开车吗？我给你发一个定位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就在这儿等你。我太不行了，兄弟。但是我现在要去见我朋友吃饭，你知道吗？你朋友重要还是我重要？我来了，2分钟就到。好的，好的。没有妈呀，我真的就是路过。好兄弟，好兄弟，好兄弟。哎，你没车，他们让你看车啊？对啊，我想开个空调都开不了。就你一个人？还有王晨毅。是会开车的话，就他带你去了呗。他不会开车呀。那你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我都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哇，你们这个节目就那么随便的吗？我真的就是在附近吃饭就被叫过来了。哦，我有短信，您预约的横店广州街。横店广州街，导个航呗，开过去，4个小时，还可以，走吧。嗯，这离广州1000多公里，这火车都是6-7百，机票会便宜吗？你看我太天真了，1000多，汽车票，比火车还贵啊！我可以坐公交车去也行。漂亮，1000多公里坐公交车去，不行吗？喂，好兄弟呀，怎么说？你在哪里啊？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。我刚才看了，这里到横店，就开车过去要4个小时。横店啊，也没有横店，我们是要去横店还是要去广州啊？是横店广州街。神经病！我也是广州的，我一直搜广州，就横店广州街。对呀、啊，横店。那我们找个地接代驾呗。不，你认识什么100块钱就可以雇的司机吗？被我的谁呀、啊？中国 boy。雇他呀。什么呀！我还要去吃饭呢。饭局先推了，先推了。你来看一下这么多机位，还吃什么饭？直接把车给他。车给你了啊，这是你的车了。送你一辆车。但是我要去宁波，我明天。对，你们赚点钱吧。赚点钱之后雇一个司机，300公里的话，我觉得得600以上吧。合理的。晚上赚钱是吧？我们去街边卖唱。漂亮，非常公路。你 freestyle 跳舞，我 freestyle rap。music 先 mute 起来，好吧？行。你们得把这个就是放在这儿，你知道吧？对对对。你先跳跳呗，哥们。1块钱。哦，谢。respect。跳起来，跳起来。freestyle， 加油。那个节奏他真的超爱，他觉得这个样子，这个车速超快啊！我跟着这样的节奏跳舞，跟着这样的节奏在说唱啊！他们知道这样的环境多棒，每个人都想要生长的茁壮，可是不是人就是大树，知道每个人都没法把你住进。这个哥哥想要给我一个二维码，要收起来吗？为什么？我可以是有收费行为的。走吧。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不好意思，添麻烦了，不好意思。怎么办呢？没钱寸步难行啊。我请到了一位大神。
空找时间，换去不同的地方，然后就来一段就走。啊，打游击，先去转吧。前方有一个靓丽的小姐姐，鼓起勇气吧，好兄弟。你好。他冷漠地摇了摇头。哥哥们，你们想看才艺表演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可以。你好，能打扰一下吗？好吧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太难了。我渴了。我也渴了。早知道我带吃的和喝的了。谁知道这是城市版荒野求生啊？对面有小姐姐，要不要再来一次？去啊，好兄弟，没事儿。我觉得能这么晚回家的，也应该是累了一天了。算了，不要打扰了。累了一天了才需要小节目表演啊！咱们机位不要吓到人家了，来吧，陈毅。去行了，去吧。来。你好，想看一点才艺表演吗？你可以。说快。你可以选择听说唱的 freestyle， 或者是看跳舞的 freestyle， 然后看我们的表现好的话，可以打赏我们一点路费，可以吗？你先看我们表演吧。我打了车。我们很快，直接上才艺。少讲点情情爱爱的。好的。又是一个人坐到了公交车站，好像每一天都没有什么剧情反转。我想要找到明天，我想要找到光的方向，我想要找到你想要找到你的方向。必须要有。啊，这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真的，真的不用，真的不用，真的不用，一点点，真的不用，一点点就够，一点点就够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虽然不认识，但是感谢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早日知道，早日知道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他好像是打的520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两个5.2。啊，真的？真的假的？我刚说了两个5.2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这个方法行得通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寻找猎物，寻找善人。哥，这个形式很好，我觉得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帮个忙，帮个忙，帮个忙。你好，可以一起过来。今天我们的才艺值不值？人家喜欢舞蹈，你就直接舞蹈走起。再次来到了上海的街头，他们看着我就像是解忧。太棒了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大哥等我们发迹了一定会报恩的。您看着随便意思下去，1块钱5块钱都可以。大哥慢走，大哥慢走，有缘再见。谢谢。生活不易。多少呀？201。201块了。还可以还可以。我想买牛水。走吧。这么贵啊，哪可能啊。买一瓶这个大的，回去一起喝。好，走。这桶多少钱？13.5。86.5。谢谢。扯好吧，别丢了。谢谢。走吧。生活嘛，来之不易。哎。说去横店，高铁票的钱都够了，绝对直接帮你们把车开到虹桥那边，停在那里，反正你们也不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车就不要了，车就不要了。我就可以了。其实你们要做，要去义乌，去义乌啊，义乌。硬座哎，兄弟有硬座哎，你们只能这个钱只能做硬座了。啊，我买了。那我们先怎么说？先回车上吗？走吧。走。我们去那边，你问问哪个停车场比较方便，而且适合他们今天晚上生活。流浪汉的那种。30块一天。可以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走了，去
有女模。这个停车费不应该要扣45块钱？哇，过分了，过分了。到了，朋友们，辛苦 boy 哥，你们就睡车上吧，你们好好休息吧，我们就真撤了，拜拜拜拜，感恩你们，加油加油加油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拜拜。卸妆都放哪来？这旁边好像有个厕所，我刚才看地图。I'm so tired。哇，荒野求生城市版啊！哎，快点喝一口，太渴了。晚安。这节目不是叫哈哈哈哈哈哈吗？我建议改名呵呵呵呵。那我们现在睡吧，朋友，一点空气不给的吗？咱们这一直在对呀、啊，交钱嘞，交停车费。我现在啊，你们能打？哎，这玩意儿过得太不容易了。昨天都没好好体验一下它的按摩功能，今天好好按一下。开始按摩了。嗯，这座椅挺不错呀。真皮座椅，真皮啊，嗯，挺好。你看它，你看那么多孔孔，它都是透风透气的，透风的是吧？是的。我说睡得那么舒服呢，昨天感觉像在五星级酒店睡的觉一样，像一个会客厅一样，移动会客厅，高级方便。再按一会儿，再按一会儿，一会儿再工作，偷个懒。准备去车站了。对，走吧，走吧。Ready go。再见，微然。走吧，哇，咱们是相当难过安检啊！走吧，哇！哇，这是堵了，堵了，堵了，堵了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！哦，太重了，就不该带那么多东西出来。我也是，失策了。谁知道是个流浪节目啊？太沉了。有点着急了。我看一下啊，45，有点着急了。25分钟，这出站吧。走快点，走快点。陈毅，走快一点，走快点。好嘞，好嘞。真赶不上了，怎么样？走起来，走起来。飞起来了。就是有点容易撞墙。走了，走了。不用水票。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快帮帮我，帮帮我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，兄弟。几号口啊？几号登机口啊？登机口七。我不信了，我5分钟走不到那儿去。我今天要是这走不到，我把显示屏吃了。正在检票，正在检票。可不能啊！5站台。725。这儿。14车68号。
坐下吧，大家都低调一点。哎哎哎，走了走了走了。你以为走了，只是对面的车走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凡所有相，皆为虚妄。你看他有没有感觉我们自己在走？是我们走的。嗯，是我们在走。哎，人生就是这样。哎，你根本不知道。你不能通过旁边的事物来判断你是否在前进，是，只有你自己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前进。三个小时还算可以，还算可以了，就当休息了呗。欣赏一下风景。来，小啤酒饮料，爸爸就开始。来，回放啊，有需要的买了。别看我们，我们没有钱。来，回放来了啊，有需要的买了。听不见。没有味儿，过去了闻不见。我不爱吃。这节目让我们学会了生活。变形记，有点搁以前我看上来了。这个节目告诉我一个道理：人生苦短，及时行乐。坏了没有啊？你尝一下。对，还有两个多小时，过期啊、三个小时过期，可以吃，可以吃。还有两个小时过期，你吃？认真的假的？真拉不了肚子，又没过期，过期的不一定拉肚子的。我吃这个，你放心。你先小尝一口我这一段，你感受一下。别，你太猛了，老流浪汉了。没有你，捡过期的吃。没有过期。那吃什么呀？地上捡的，快过期的面包。真的，我再在地上捡捡，看有什么吃的没。你捡到了一包方便面吧？吃不吃？吃了吧。可乐我自己带的，行李箱里面的。我这样，那个我先去收拾一下后边，然后我们准备去坐地铁。这个不用拍吧，我自己稍微自己收拾一下就好。就一直有呀，一直有的。我去给你泡方便面。我最开始已经四下的研究过方便面了。等会儿方便面了。你等会儿什么？等会儿，方便面泡两次，你不知道吗？什么泡两次？什么规矩啊？你什么规矩啊？就是我们要把它固定成饼的那个成分给过滤掉，才能健康一点，稍微。交给我了。
康的泡面。我们有了美味的晚餐。你吃吧，你吃吧，你泡，你先吃。很烫很烫，你先吃。可以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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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口吃。我贝贝吃，你先吃。那我就先尝尝。啊，你吃，没事。这是个饭，转转转饭。哇，好细啊，好细啊。比一般的好吃的。吃啊吃啊，铁子，不吃了吗？不吃了，够了。才吃多少点啊？多少多、啊？够你口味，这个有点重啊。嗯，这就是火车的味道，营里的滋味。当时我记得一罐可乐八个人喝，我说给你加点可乐，大可不必。好嘞。你觉得跟那会儿比，咱们这算好日子吗？是吧？没有很糟啊。说到糟，你看热搜了吗？咋了？他们很惨。是吗？他们绑螃蟹也是打工。那他们应该挣的比我们多吧？绑螃蟹，我不感觉他们是正儿八经的工作啊，但是。哎，我看到义乌东了，兄弟，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要大了呀！大了，大了，大了！义乌，放首《义乌之歌》这是哪里呀、啊？这里是，这个太有毒了！放大点声，让我们听一听。应该会有黑车吧？第一车呀、啊，第一车。横店世军大会，我们的比赛是这个吗？你好，你们是那个模仿秀的对吧？世军大会接待的。啊，对对，广州街嘛，广州街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们是直接走是吗？不用等了。啊，那走吧。都不用叫车、啊，省了省了，挺好的。赚了赚了。要不要帮你拿呀？啊，不用不用，没关系没关系。你们上车吧，我来放。嗯，你们上车，我放后面。好嘞，谢谢谢谢师傅。好、啊，感觉这就是我们活命的保障呀。直奔矿泉水吧。这么贵啊！买一瓶这个大的，好，回去一起喝。好。我们去那边，你问问哪个停车场比较方便。啊，这个画面！喝点水吧，补充补充水分。吹小风好舒服啊，开大点呗，不然。会有人安排我们住宿吗？应该有人安排的。感动。Nice。什么地儿啊？福原号钱庄。啊，这是我们明天的舞台啊。是啊。这么大个舞台啊。有点害羞。还行还行。这是横店影视承办的。是个正儿八经的比赛好像。好可怕啊。我们进去走下台吧。走吧。这位小同学。开始你的表演。老师们大家好，我是几号选手王晨烨。今天模仿的是郭老师模仿麦克。我是来自重庆的 Red 庄元奇，今天带来模仿秀模仿盖啊。给都听好啊。
我明天真的不会被打吗？这样在台上不会被打。哎，可以，走吧。叶问那是酒店。你好。对，戏精大会。这边的话是你们的房卡。好的。OK。哇，这，哇哦，这。这挺不错呀，咱们是不是就真的可以休息了？那就休息吧，完美的一天。到了，精品民宿，有点意思。好，谢谢。哇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可以。睡觉，我跟你说是最简单的事儿。对，哦，不错 ，nice， 快讨论一下明天这个模仿的这个秀，谁上？我的意思是你跟博哥上，啊，我们俩去跳 Michael。啊，那我就先把这个，我先借衣服。Hello， 太好了。嗯，那你先去铺开呗，铺开，告诉我。咱们小排一下吧。来吧。这个可以，这也绝对认不出来是你，是吧？就再往前走呗。可以，有感觉，可以。你不行，你这个千万不要跳，你这个太，一看就是你跳的，刚才那个。跟麦克没多大关系啊，来，我们俩小拍一下。哎，有点那意思。好可怕，好像章鱼转世的那种妖怪。来，我们俩在对面来一个试试，滑出来啊，背身出是吧？真的是粉丝看得出来以前啊，看得出来，这都练过呀，这些啊，老哥哥们。这不没住别人吧？这晚上看着不报警才怪，楼下有俩鬼哟。哎呀，明天挣大钱。明天几点起啊？9:30。那这个桌子好棒，好喜欢，很温暖。起床啦！出发！出发！走了，哥，你好。出发了，我把头发一扎啊。出发了啊！车不等人啊！
大家昨天应该长经验了。哎呦，哥，你这一下，是个经验吗？有备而来，我们对待工作的态度就是这样的。年轻人真的是。博哥会不会有太白了、啊？还没有轮廓。博哥这两边这个有点太分明，黑白分明。有点东西的这个，是不是啊？这轮廓方向吧出来了吧？你也知道今天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终于下点决心 ，Michael。你们两个有点过于明显了，太明显了。没有没有，我还没有没穿上呢。今天就是 Michael 了，往死里去了。你们 Michael 模仿秀，你们 Michael， 我跟小鹿找一剧组，我们找剧组混一下。嗯，不是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真的没钱了，要重视起来。对，好吧。OK。这太草率了吧！我跟你说，大清早，哎，这个头发，还有这个妆，这太草率了吧！这舞台上怎么办？哎，这要是过一会儿在台上叭掉下来，你怎么办？掉下来你只能闭上这只眼了，我跟你讲，黑的黑的。那我们今天就组一组合叫 Michael Brother。Michael Brother， 麦霸组合，好吧？麦霸，咱上车吧，走吧，走吧，车等好久了。拜拜 ，Hello。你好，这个妆就不用打招呼了。忘了，你这给当地人民留下多么不好的印象，会做噩梦的，我跟你讲。所以说你们今天去是打算怎么办？你们就去找一个组就当群演去了。对，但是你们也不能让人认出来呀。我觉得你得粘个胡子，不粘胡子可能有点难。你太难了，你我跟你说，你就像熊找了一个树杈，一片树叶遮住自己，以为大家看不见。你以为我们不是吗？还好吧，我们尽力了，真的。哎，咱们想想正事儿啊，过会儿去了以后 ，brother， 我们要咱就戴着口罩，是吧？你上台你怎么戴？上台摘嘛。还有就是口音得改，口音得改。我跟你说，你一说话完蛋。对，你别说话。少尽量少说话，少说完全不说不带。反正我往陕北走，你往陕北，我往陕北走。你这是我往陕北走，陕北。你是哪女的？陕北。陕北。陕北。我要是天津的呢？你是这个喉管被大家记住了，你是生理结构被大家记住了，你不是方言的问题，你别。我黄喉给记住了，对呀、啊，黄喉，你就黄喉君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但下面我跟你说，最露怯的很可能是在那个等候区。嗯，等候区啊，等候区人多啊。对，会不会今天去了以后还有几个 Michael 也在？他们会过来聊吧？进行专业上的交流。你是哪来的吗？哪个省的呀？你叫 Michael 几年了？我叫 Michael 黄宏。在 Michael 联盟里吗？你入会了吗？要咱如果这都不知道的话，估计你们上台的机会都没有。哎，我们得有点，既然叫 brother， 我们得有点组合的动作。是不是得有点？有点。传电。要传个电。我们是 Michael。Brother， 传一个啊。
这个完了以后，然后拔绳子 ，OK， 还有这个，对吗？收，等，这样啊，再找，继续找。欢迎你欣赏我的技术功夫层，剑不断的层，边听觉到龙前，打破人与人之间所谓的层，剑我的目前送给亲爱的横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办上了呀？办吧，盖老师得戴上一个头巾吧，他的节目里的经典造型。有点那味儿没？没有。你好，我是唯品会补给站。你可以在我这里以超值的价格买到各种大牌好物，请扫码打开柜门，来看看我们这几款墨镜，有效隔绝紫外线，修脸凹造型样样行，让你时刻保持神秘感。关键都还是超低折扣价哦，百元就能买到。屏幕前的你喜欢吗？快上唯品会搜哈哈买同款吧。戴上墨镜就有那味儿了，有点没？有三遍那味儿。我还有一个法宝，好兄弟。你要写吗？啊，你配一个这个肩上。我就衬衫跟皮衣了。哇，你这衣服太像了吧？这定做的吧？郭老师经典款吗？你下去吗？一直看，走。你干嘛？看不着路呀。我是不是也这样？盲人二人组。系房子几号？四号。这边签上了。你好，安全号码牌坐正好。太冷，别来沾边，别来沾边。啊，不要照了啦。这边签到。我叫盖中盖。嗯。我叫王中王。我叫王天王。好嘞，老师，谢谢。这边签一下吧。盖中盖。哇。那就这边走是吧？那是我哥的小哥的呀。进去吧。进去吧。走吧。老师们好，哎呀，大家好专业。老师们好，老师们好，老师们好，老师好，老师好，我是这样啊，老师好。送给全力很多。妈呀，这些装备太专业了呀！我想是不是装扮的有点过于草率了？是的。哎呀，已经入座了，评委老师。是王老师吗？嗯，田宇老师。哇，话剧二级演员，估计他是评委。呀，那我这种新潮的 hip hop， 他估计不太接受呀。田宇老师应该知道盖是谁吧？
嗯，绝对的，应该吧。老师们能看出来我模仿的是谁吗？能把你的毛巾打开吗？这个毛巾就是盖在头上的，可能看进来，这个造型就是这个样子了，没有办法。完了，我感觉这个局里面认识盖老师的人不多呀，应该模仿点每个年代的人都认识。有点紧张了。紧张吗？欢迎各位感受我的技术功夫，成仙不断的沉淀体。欢迎各位感受我的技术功夫，状态我听不听得懂都不会成为障碍，一部分的状态，我听不听得懂都不成为障碍，会造成伤害。一路奔波来自上海，现在上台说横店，说西京大会，说西京大会，西京大会。我的天哪，这就是签到处，看没有？尽量少溜达，哎，尽量少溜达。走，咱我们上车。哎，那我们能去剧组啊？你坐前面，好。太可怕了，这样我怎么向我的偶像致敬？啊呜！呀呀！你觉得行吗？那个，你觉得呢？黑口罩有吗？像不像？像啊。像不像？为了兄弟们挣口饭吃，容易吗？帮我卡一下，就是那个卡子，你就卡帽子上。对对对，戴卡上，不卡上这个帽子根本戴不住。这咋卡呀？连头发戴这个一块卡一块。对，这别卡着你头发了。没事，卡一块才好呢。行行，哎呀呀呀，头皮，哎呀。左一个右一个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女孩太不容易了，行吗？行行行，可以。你感觉一下。哇，好疼。哦，好疼！哦，这刚才是哪一块？最好疼！哦，这个啊，你稍微松一点。哦，还疼，这挣口饭吃，为什么这么难？哎呦，哦，好疼！哎，等一下，博哥折衣服，我觉得蛮心酸的。山上的野花为谁开又为谁败，静静的等待是否能有人采摘。我跟你就是因为你往回寄东西了啊，要不然我们至于这样吗？要不然你以为我愿意过来跟你一块做这样的表演吗？哎，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Michael Brother 今天要团结一点。哦，我还能再补一点口红的。哎呦，我你为什么画到我牙上？没有没有，太可怕了。差不多，我再给你来一下，然后你就哎抿一下行了，抿一下啊，上抿一下就行了，上面不用画了。对对对。我的天哪，太吓人了！还有镜子，哪搞来的？啊，我带的。唇红齿白。太可怕！太可怕！不要看我，不要看我！我的天哪，怎么感觉脸在往外冲呢？怎么那么多刘海？你脸。感觉他想拨开一切束缚，你这也不能说弄得跟贞子一样也不行。为什么我们很想认真的向偶像致敬，就致成这个样子？真的，偶像会不高兴吗？会的。你这样，你还对着镜头说话，你真的不要对着我，你不要对着我说话，太可怕了，真的。太不容易了，太心酸。真的，咱赶紧下去排练一下，因为我还没报名呢。走走，快！啊！这时候咱就得，比如有人看出来，也得是来参加这个模仿去了。
我的天哪，我还是太明显了。必须戴口罩，我一戴口罩几乎全废。戴着口罩，我觉得特别妥。Michael 也戴口罩。好，放音乐。这么快就到了，对，也没看过舞台。我觉得是手好啊，你自己看，你自己感觉。起来，叮叮叮叮，跳几个就到你。叮叮叮，我基本一转，我就完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炸他！还有一遍吗？没有了，那边差不多了。好，拿个口罩啊。哎，天哪，我开始紧张了呢。我这样说还行，对，挺有安全感。走路也要变样子，挺起来的。我们今天一定要为兄弟们挣到这份钱，加油！我叫什么？黄猴。黄猴？邓启？算了，连姓也别报，我就叫陈大得了。你倒哪个口？啊？死啥呢？我讲，我高兴个。高兴个。高兴个。哎呀，好紧张。风吹起来，你小心点。完了，我撞了，我还模仿个啥子？人家装备也比你像，头发都做了。没事，你模仿的是郭老师模仿 MJ， 不一样，模仿对象不一样。他们怎么还是双人的呀？是在这里报名吗？等一下，两位。就是我们两个人填一张就可以，是吧？填在一起就可以。不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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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戴口罩？哦，是吧？是吧？为什么戴墨镜戴口罩？感冒了，是这个道理。但是户外啊，就是人少的户外，还是可以适当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增强免疫力的。我觉得我说的没错。那你觉得他们是谁？你看这身形像不像一个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写的网友？亮到三分钟，可以可以。服装有的。和一个老大哥带着小弟的鹿晗。舞蹈舞蹈，演出时长两分钟。你戴口罩吗？你看拍照摘口罩。不摘。两个一起，拍个照片。你看是吧？合照都不摘。肯定是。紧张吗？可以可以。可以。这样子对称一点啊，你指这边嘛，哎，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这样，好，谢谢了啊。嘿，哇，欢迎大家 ，Hello， 欢迎新朋友。那是多少号？我16。16号。哇，好像，好强啊，杰伦哥！哇，好强，李荣浩，好强啊！比这帅，比李荣浩帅好多。哇，费玉清，哪位是麦，哪位是口？啊，我是，这是 Michael Brother， 谢谢谢谢。祝贺你们俩的组合，谢谢。这么客气吗？这么客气吗？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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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好巧，走，太厉害了，好紧张啊！没得事，没得事。
应该最紧张是他，他一直在说好紧张。哦。他原来是在延边那里是部队的。哦。你们在哪干嘛？怎么说？统一口径，我们在中专的开始，15年前就开始喜欢 Michael。我们是因为舞蹈走到一起的。Michael Brother， 你们就行了。我开在哪？开面店，做面条的。海鲜面馆，这个可以的。我是厨师。然后在横店做清真面的，那我呢？你是服务员。你想吃什么？哇，好吃的海鲜面。你就说在哪里开店？在杭州。杭州？杭州？杭州太贵了。南京，南京不太好说。无锡，无锡，无锡在无锡。俺们在无锡啊。还没吃饭，吃点饭。啊，哇，那里有喝的。这边热的话，那有空调口吗？这可以吃吗？可以吃。对。进我房间，我一下给他拆穿。他们进来，你就先来个太空步，给他们一个下马威。我先躺起来吧。你就他们来，你就太空步绕着这个房间转圈，把他们吓走。你俩这孩子有问题。我不敢。这个，老师好。这个保持神秘感。有点。老师，您知道我模仿谁吗？老师，你知道他模仿谁吗？嗯。你是啥个？你给老师模仿一个，吓到你啊，老师。他模仿的是，来一个吧，来一个动作。就是，我今天模仿的是郭老师模仿 Michael。是模仿郭富城老师模仿 Michael。啊！模仿郭富城老师模仿的 Michael， 真的假的？就是遇上真 Michael 了，怎么办？会不会今天去了以后还有几个 Michael？ 在 Michael 联盟里吗？你叫 Michael 几年了？我叫 Michael 黄宏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砍一下，砍一下，砍一下。我有那个有这个动作。哦。我能这个能定个10秒的。定一下，定一下，来吧，3、2、1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哎，你怎么还走起来呀、啊？你一会儿打算跳什么？先偷一下，先偷学一下。哦。
不见到了 Michael。 因为人家装扮确实比你的这一套更有辨识度一点，是吧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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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您是不是就是经常娱乐圈和各地走去？ Yeah. 又走去又走去啊，就是那种现场舞台的演出多，就是这平时还有其他工作嘛？啊，没有工作的时候，有时候有演出。啊，演出是兼职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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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看起来很专业。老师是汕头人吧？老师是汕头人吧？那我四川的。四川的，我也是四重庆的。老师慢走。啊啊。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这洪波老师，波哥。那我的兄弟去哪里了？他去洗手间了。直接麦克不见杰克逊了。哈哈哈！哎呀，邓超。吃不好，吃不好，吃不好。大哥，大哥，那好像你怎么原来想着学他呢？我不知道，粉丝说的。哦，粉丝，他是抖音上面模仿邓超。好像，来，最像那个，我看一下，我要这个角度，我要这个角度 ，We are family， We are family。哎呀，扶一下，十号这边。这个是甄嬛的，蛮好看的嘞。你是什么时候学甄嬛的？其实我他本人就很像啊，宋老师。因为我觉得我这个造型还好，更像，像很像，非常像。其实我不想，所以老师气场太强大了，我演他的戏，我不是给自己找难堪吗？你比他漂亮。比她漂亮，比她漂亮，漂亮。怎么可能？孙俪老师是我的女神，真的，也是我的女神，真的，演戏蛮好的。那你们应该坐在一起。对。他们两个中间隔我们两个。哎呀，对，张飞、裴娘娘来了。你们这个录像帮他们拍一个，我离远一点。这个真的好笑。这个一看就是害怕富人的那种表现，害怕富人的那种表现。以后呢，就做了什么事情？因为地位比较高，甚至怕的都不像家人。操作一遍冰火。Unbelievable。我去旁边看了一下。你这鞋子好走吗？明天了吧？哇，这个装扮太巴适了。好，好，太。我们是 Michael Bryant， 是模仿邓超的。哦，有点不，你这个动作不能这样乱拍。哎呀，看得好亲切。来，
拍张照。可以。你像超哥，哎，好像。哎，曾凡，你拍张照吧。对。看不到真的娘娘，看看假娘娘蛮好。来，真的假？超哥，来来来。中间隔两是个 Michael， 就是邓超跟孙俪之间有两个 Michael 的距离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是，说长也不长，说短也不短，有一个黄猴的叫做。你是哪里人？我是四川的。四川。呀。昨天彩排的时候没看到你。Warning。对，管不及，我们还上班了。我们俩开个面店。人家早饭都煮饭都没吃。昨天就对。啊。我们车怎么上？刚刚有工作人员跟我们说了一下，原来电话沟通了一下。是。因为我们昨天都见过了。哦。就彩排的时候。哦。所以今天你们两个新面孔。哎，所以说紧张，确实有些紧张。紧张吗？好紧张。都是来玩的，紧张什么？你这个经验肯定很丰富，我就看你放松。周杰伦说不定是真周杰伦。不会陈赫老师吧？不是吧？那陈赫老师好像以前也模仿过周杰伦。哎呦，腿不错哦。不会，不可能，他不像。别闹。Michael 只要一打扮都还差不多。你发现没有，全国每个城市都一定有个 Michael。 是的，绝对是。你看周杰伦老师一直在和大家聊天，你看周杰伦老师这么热情，你看咚，是不是真的？你想想，我才见到过他，他体型大概就是这个状态。这是气质的问题，没办法。咱们整个什么造型呢？所以导演商量商量，只要认不出来就行。王伟，我到你剧组，我在你旁边当个场务怎么样？当场务太可以了，行吗？你别跟剧组其他人说我们在。我给你换身衣服。对，那我一会儿快到了，我跟你说，然后你出来接我。那可以。但是咱们导演商量商量，给咱们多少钱？先把钱搞定了。啥活都行。导演好啊。Hello。 啥活儿都行，只要不认出来。现场所有的工作都能做，放烟。对。光哥的工作我也能做，然后板儿哥我也能做，场地算了，太明显了。你都给个差不多的价。一般价也就是在个300-400。三四百就行。让你们换个剧组。不是。场务老师一天多少钱呀？100吧。首先我们不用交，不用交，人家都不用交。好，走了。你给咱俩造型一下，绝对不能让别人认出来。那个是你俩的装备。那这直接在这换了吧，整挺紧张。这比拍戏还紧张。哎，我的口罩呢？哎，我的口罩呢？哦，戴着呢。这样还行吗？但是吧，今天拍内景主要是，你们整的这样也挺大眼的。稍微有一丝啊。咱俩离远点啊。行。这户不认识，你就听华哥安排就行了。行，让你放烟你就点烟啊，让你打板你就打板。好，走了啊。不是，咱慢点吧，别跟你走一块了。OK， 好，我先走了。你先走吧。谁打板？我打板。来，打板先进去了。
那个我要怎么说？十八进二十三场，一进二十四。哦，十八进二十三场，一进二十四。一进二十四 ，OK。十八，好了，来了，别人来了。这是小宝哥。可以。放下烟啊！来来来来来。看好啊！那打板先进去了。就是离远点吧，离远点。二进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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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进二。我没看化妆。来，开机，安静啊，老板，十八进二十三场，二进二十四。我走好了，春梦了。好，来备，开始。我就全程监督，看看会不会被人认出来。刚才其实有点危险了，刚才好多人，谁呀？这怎么场记这么多人拍？啊，第一句来，来准备了。开机，来打板。十八进二十三场，三进一次。讲这边。这边东西该恢复恢复好，来恢复恢复，来来来，王哥，哎，后影烟里有点啊，后影烟有，烟行吗，哥？可以。来，迅速进来放一圈来，来，迅速放来。烟得大量放点，快点了的。啊，快要不然再来点。我这光区来的。好了，有了。哎，烟都放点了，烟回来了。啊，来了，来往后景去，到这儿。好，烟好，灭了，灭了。那个，陈红老师把地扫了呢。啊，来了。扫上就扫了。好。这边这边，眼里有点活，这儿。啊。有点活，火把来了吗？马上水，来给我吧。因为我今天都是休息，再也不用帮你们赚钱了。这才是宝贝应该有的样子，昨天把我给累了。十七十一场，一进一次。
十七斤，一斤二十四。17斤11场，三斤一次。18斤23场，三斤一次。17斤11场，二斤一次。哥要烟药吗？要。李贝，开始。不喊。你也补的有点早。没事。我这个没有了。但我们跳的时候戴口罩吧。戴，不戴就完了。不戴，马上就完蛋。那还补什么妆呢？对，也是吧。你这很危险。不要再拍了，我好紧张。不要对着拍噻。不要对着拍噻。你看你讲了几种方言？我已经讲了四种方言。不要对着拍噻。你赶紧把动作摸一下。哇，好翘，滑得动。我是说的实话，我是没有变。没有变。你刚刚有普通话。真的。还要再练一遍吗？可以。预备，走。紧张才跳，不管坐在那里。不是你们为了这奖品至于吗？其实你们的服装都已经加分了，你的也是加分。你自己最加分。我有个是加分的。这么厉害。因为杰伦他有耍风。其实是往左右这样甩一下。哇，帅，哇，太厉害了。其实我觉得王石麦克的可能还不可以，再加些女团舞。为什么？这样砍点多些嘛，就多一些元素是吧？啊对。咱们要不要？这个要不要来一个？你会劲爆一个。这个完了以后，然后，那就意思还有点趣味是吧？稍微有点哈，有点变化，有点变化。有观众吗？是啊，观众好多了。2020年横店影视城广州街香港街景区戏精大会模仿赛的现场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央电台主持人张一宁。接下来我们要为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三位评委老师，他们分别是资深节目制作人张杰老师，电影视城艺术副总监马洪亮老师，欢迎您。知名演员田宇老师，欢迎您。欢迎。接下来呢，我要跟各位选手来介绍一下我们本次大赛的规则。比赛时呢，由每位评委从外形加才艺加现场表现力对每位选手进行打分，每项的满分是10分，总分满分是30分。本次比赛我们的奖项设置了1等奖1名、2等奖2名以及3等奖3名，一共6个获奖名额，所有的选手做好准备。2020年横店影视城戏精模仿大赛正式开始。
什么破节目，什么都锁起来还那么贵。唯品会进口保温杯只要99，拿来泡枸杞极好的，大牌羽绒服好温暖还不显胖，这些只要商场原价的零头，买买买！上唯品会搜哈哈，你也能买到同款超值好物，品牌特卖就是超值。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选手登场，有请。先看一看大家的水平。哦，先模仿鹿晗。哎呦，好像啊，好像鹿晗。哦。我今天模仿的是鹿晗。这感觉比鹿晗自己跳的都好。嗯，这位兄台，你在这儿说都比本人好看，你不怕这个咱录像传出去播出来之后遭挨打呀？感觉比李荣豪帅，你跳的比鹿晗好。嗯，你比他漂亮。跳的真好啊，我以为是鹿晗本韩呢啊。嗯，特别好，特别好啊。嗯，这个戴上口罩像鹿晗，脱了口罩像黄渤，像黄渤。